带货，带货，有装备了，有装备了，我看一下装备啊，五彩花冠，五彩花冠是那个六级的，寒金沙带的，峨眉刺，长袍，好像还可以调拳来着，游戏自带的调拳，里面怎么过不去呢？黄铜矿。猴子，哎呀呀呀呀，那也难整。快速攻击是要哪一个剑来着？忘了。风格吗？重复上一个仙术上哪个剑啊？风雪冰天，我操！没有技能、啊。技没有术，金雷闪，啊不是，我明明三十级，我这个蓝量怎么这么低啊？啊这么科学，而且现在我没有解锁全视野，没有解锁全视野，没有全视野解锁，看起来不是很方便，从下面走下山。啊，神调不了，升级之后，你妈那神又回来了。气一百个，气是用来，气是用来那个用技能的，就是用那种特技的啊。人体特技不是五行仙术，五行仙术的话需要用那种。噔，我现在只要升一级的话，应该可以学技能了。现在三十级嘛，免疫。哎，我操，不会吧？冰爪，雾免的。哇，操，这小怪好多呀！操你妹！也不行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从这个，我记得从这个迷宫绕下去之后呢，就到那个好像就到那个地图了。画质好吗？一般一般。可以自动战斗，可以吗？调不了啊。啊，这迷宫我操，有点绕啊。那我是从这边下来的呀，这边怎么走得过去？啊，走这。设置自动战斗，直接跳过了。系统设置是吧？看一下啊。哦，这样的。哦，好了。哦，这样方便多了。打这小怪自动战斗啊！哇，升级也快，我操，碰一个死一个。哈哈哈哈，哇，这样快多了，这样打 boss 的话再改回来就可以了。哎，到了，到镇上了。但是这样的话打 boss 我要挂的，要挂的，这样啊，这样少经验是吧？哦，哇，人好多，人好多。这么多人，他没见过人。王大哥跳舞跳得真好。什么跳舞？小孩子不懂，别乱讲。王大哥这是扮钟馗打鬼。钟馗打鬼，下还得去祠堂请。大惊小怪，哼，是没见过呀。人原来这么多，人原来这么多，他以为他只有几个人吗？啊，哎，土包子。
别东张西望。快看，中间那个，那个穿红衣的，是他们的大王吗？大王吗？他们走了，往另一个方向去了。根本没在听我说。什么大王小鬼，又在说傻话。原来你不懂啊，猴群里的猴子都会跟着最厉害的猴王，那个红衣服的要不是老大，干嘛一堆人围着他？傻瓜，我看你干脆去当猴子算。你记住了啊，那个叫皇帝的很厉害吗？皇帝剑法如何？我又没见过皇帝，哪知道他会不会使剑啊。反正他权力很大，只要一声令下，成千上万的人都得掉脑袋。你是小孩子学生猴子这么厉害，那不是已经到了爹说的以气御剑的境界？哎呀，根本不是一回事嘛，少问些有的没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，然后商量接下来要去哪里。找地方？不用找了，这儿这么多房子，我随便睡哪都行。这么多房子也不是你的呀，大兄弟啊。天哪，傻瓜傻瓜傻瓜大傻瓜，房子再多也是别人的，主人不同意你就进去住，是想做强盗啊？停，接下来你别问我强盗是什么，反正在山下你都不懂，一个不懂和两个三个不懂也没差了。饿死了又想吃东西，饿死了。别满嘴死啊死的，你哪有那么虚弱。这太平村地方小也没客栈，我们借住在村长家好了。村长家有好东西吃吗？村长，我现在就去找村长，你别跟来了，免得添乱。那我去看那个穿红衣服的。看那个穿红衣服的，哎呀，脑残得很。哇，这边有宝藏啦！听好了，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，不许惹麻烦。哦，那些人我又不认识。就是不认识他更麻烦，我走了，记得你答应的话。啊，我先把自动战斗给改了。自动战斗系统设置关。好嘞。哎，我去他们屋子里面偷点东西，偷点药啊什么的，还神丹，还神丹。哇，这个宝箱，哇，这不是宝箱，这他妈是他妈枕头。这菜啊，这菜不能偷，偷东西喽。咦，还那边有大宝箱哎，大河哎，玩玩。这个屋子进来看一下，还神箱，我把所有东西全偷了。这个宝箱好大，青铜剑啊，哈哈，我终于他妈有剑了，青铜剑武力18，终于不用带木剑了。那好像这个仙术点够了，仙灵点是5点，我到最后学雷动9天吧。再到这个屋子里面去摸一点东西，顺藤摸瓜。小洛子，村长婆婆来家里来了客人，小洛子想要婆婆给我讲故事，我来给你讲故事，你让我进门好不好？啊，你好。哎，那个谢谢行仙子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谢蜂王蜜，我
这还有个妹子啊，云香秀。村长家后门有东西。村长家有什么东西啊？那我是不是这个仙剑要打补丁啊？然后这个好像不能自由刺绣，固定刺绣啊？赵元吉。热闹不好吗？谢谢行仙子送的十个大海瓶，谢谢。大黄，你去给我搞个自由视角的补丁。大黄，今天四，今天四啊！你执行任务，我只是过来偷东西的，你任务我不在乎。你差不多了，还有最后一个屋子。哇，这么大宝箱，我操！哎，这宝箱我开不了啊，这老太太。相思扣，嘿嘿嘿。拿了一个扣子，猪肉，菜三刀。这几天小李的肉粽卖得好啊，这的猪肉都让他包了。小李，又香又好吃的粽子嘞！李胜呢？只有端午节才吃得到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喽。小哥，尝尝看吧。这个真的好吃？那当然。哎，端午节是几号？是附近村子的猎户吧？居然不清楚，我说你家这块大好招牌。啊，我们村里还有个习俗，每年端午就有扮钟馗、斩小鬼的戏目，谢他老人家保佑平安。一边吃粽子一边看戏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九号是吧？山下的人不吃烤肉，这男人怪模怪样，问你可好像很硬，还绑了绳子，不乖。哎，小哥你，不好吃不好吃，好吃不好吃，三两口就吃完了。外面的壳还嚼不烂，外面哇，连壳一起吃啊！这粽子啊！我说小哥，你和我说笑呢？谢谢掏粽大爷。这种东西哪比得上香喷喷的烤肉？你们吃这个，难怪长得不结实。看我下回列几头山猪来送你。哎，等等，你还没付钱呢。钱？我操，钱是什么是吧？一个粽子一文钱，招牌上写的清清楚楚。我小本生意，你可别吃霸王饭坑人的啊！是你要我尝尝，我才吃的。说的也对啊。嘿，好啊，你想赖账啊你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位姑娘来的正好，您也评评理。这小子吃东西不给钱，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钱是什么？是他让我尝尝看，我才拿起来吃，又不好吃。哎，你敢瞧不起李家的烤烟？我操！啊，对不住啊，我这个朋友不懂世事，也不会说话。他借你多少钱，我赔就是。云天河。竟然相信你不会惹麻烦，可恶！感情你们俩认识啊？别跟我谈钱，俗气！钱财事小，名声事大，让这小子乱说我李家的粽子难吃，我以后还要不要在村里混了？混蛋，给我站住！宋大明，气死我了！还不给我乖乖滚回去我！宋大叔，你还是老样子，吼得最响，退得最快。谁说的？我今天非教训他不可。别以为能生几个蛋我就治不了你，瞧我宰了你炖汤。
这体味，逗逼一样的。别怕，我帮你。老唐，你先把这粉借邢仙子送的四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谢。借邢仙子，这是什么妖法？就是，刚才眼前蓝光这么一闪，像是一把剑飞了出去，可是剑又怎么会自己飞回来？八成是妖法。你杀了我家小花！杀了我家小花！他凶得很，你又说要宰了他，我帮你一把吗？臭小子，我饶不了你！啊，等一下，大叔，你冷静一点，有话好说。这只鸡，我赔钱就是。赔钱？你赔得起吗？我这可是一天能下40代的宝贝母鸡，臭小子不知道用什么古怪法子把它弄死了，以后我们全家靠什么吃饭啊？吃饭？简单呢，不就是靠自己的一张嘴张口吃饭？不说一张嘴张口吃饭。气死我也！小子先走。人也得有个先来后到，他头一个得罪的是我。钟大叔，你让让先。哎，我救人了。凭什么？看你身上没几两肉，大家行不行啊？嘿嘿嘿，我有帮手。王奎山在此，谁敢吃霸王饭？哎，王大哥，就是他，头像鸟窝的那个。吃霸王饭的，来来来，你跟俺较量较量，看你还敢不敢白吃东西。这位王奎山王大哥是我们村的大力士，年年都在端午节办钟馗，他的力气可不比真钟馗强，专门对付那些捣乱的家伙。你们别不讲理啊，我明明说了要给钱的。林莎，打就打，他们不讲理，我听他们的话还要被揍。野人牛脾气发了，发了！就算他们大王来了，我也不怕。小狗，那边王大哥要和人打起来了！我去，这么牛逼！那兄弟，看看我的属性好不好？授予任烟影无相画法。给你加个状态。树，天雷劈破敌方单体减先防，天罡战气五分九回合。免疫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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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就觉得我平砍就能砍死啊！没有，我这就死了，一个冰咒带走了，垃圾啊！噔噔噔噔噔！哎，厉害，俺不是这小伙子的对手。王大哥，你怎么就输了呢？我没改属性，就改了个等级，把等级升到30级了。爹爹骗人，还说钟馗是最厉害的。你们以多欺少，不算英雄好汉。以多欺少。你说什么？还说得好。宋大叔，换你好好教你这小子。啊，这个嘛。我看奎山他也是一时不小心，歇息歇息，肯定能把他们打趴下。俺不打了。刚才这姑娘好像说了要给钱，俺不能冤枉好人。瞧瞧，今天是端午节，大伙本该去到戏台去看戏，怎么这？哎，村长来了，这不王大伯啊，古伯伯。孩
子看起来眼熟啊。我难道这个村子里的人认识他？是说我？我没见过你啊。云家那惹祸机十几岁没有什么两样，云家他爹啊，云天青啊，剑仙呢？对，这是他爹。那个云天青，啊，不对，云姐看，你认识我爹？好啊，原来你是那混账的儿子，他回村了没？我可要找他算账。谁说云天青回来了？找他算我一个。我这么多人找他算账。这些木案送大去，怎么你们都认识我爹？岂止认识，那小子的事儿我记得最清楚了。从小就不学好，三天两头骗我糖吃。他骗他糖吃，长那么大了还记得？隔壁阿香喜欢我，他偏要阿香喜欢我，他偏跟我抢。阿香有眼光，最后还是做了我老婆。哎呦我操！死鬼，多少年以前的事儿，说出来也不害臊。他爹这么牛逼啊！你那些事儿算什么？有一回他趁我醉酒，把我扒光了衣服扔在路上，脸都丢光了。原来爹还有这样的糗事啊！瞧你平时都一本正经的。笑什么笑？今儿你回去，村里大事小孩子少管。你们都没我惨。有一回云天星和我打赌，输了的人要大冬天进冰水，结果那家伙耍赖。害我在床上躺了半多月。够了，吵些什么？哎，村长来了。啊，村长来了。哎，这个村长，村长来的正好，来替我们评评理。端午节这等日子喧哗胡闹，还有没有祖宗礼法了？韩姑娘，我念你一个女孩孤身在外不易，才答应让你留宿村中，可不是让你招出是非。村长，我们不是。你干嘛？爹说过女孩子是要好好对待的，不是拿来凶的。你是云天青？不对，村长也认识。你刚才说云天青是你爹？对呀。原来你们都认识我爹。是谁让他进村的？还不快把他赶出去。我村长那么恨他？村长赶我们出去啊。云天青早已不是云家子孙，和他有亲缘之人也不得留在太平村中。村长也姓云。林莎，他说的什么意思？看样子你爹也羞于向你提起旧事。也罢，不管你来此何意，今日我就当着大伙的面再说一说这村里的大事和规矩。我云家先祖镇守边疆有功，得以被朝廷恩赐修建祠堂，并将原本的云家村赐名太平，赫赫天威，皇恩浩大。云家后代未再有人入世，已是惭愧，不想到了这一代，本家竟出了一个浪荡子云天青。浪荡子弟啊，不尊。家中长辈痛心疾首，奈何此人屡教不改，已在多年前被逐出家门，永不得返。竟还有这事儿！我十年前才迁过来的，都不知道。哎，您家人虽然读过圣贤书，对那孩子却一点也没办法。哼，天哥，等等，我爹的事还问什么问？他们除了骂人，什么都不会说的。韩姑娘此言差矣，今日就事论事，绝无向市井。村长不知，有时候人言快过刀子吗？天和是天和，他爹是他爹，你们这么多人围着一个小辈，还真是客气啊。岂有此理，放肆了。放肆？竟敢对村长无礼。就算不管他爹，这小子杀了我家的鸡又怎么算？你们走，不然别怪我们。要赶我们走的话，走走，那我们住哪呢？姑娘，我也不行。可是啊，出村呢？还可是什么？走了。哎，完了，没地方住了，留宿荒郊野外吧，师兄。
讨厌。小树林打野战喽。小米五。云裳，他们干嘛要赶我们走？胖鸟的名字叫做鸡。是因为我射死了那只胖鸟。那胖鸟的名字叫鸡。怎么可能？那只笨鸟和你爹一比，根本不够看嘛。也不知他老人家什么来头，搞得天怒人怨。尤其那个凶巴巴村长，他说的那些我爹的事情，哎呀，也没怎么样啦，听他唠唠叨叨说一堆。哦，哦，我操，还笑？傻笑什么？怪林莎，你不觉得很棒吗？原来我爹以前待过这里。离青鸾峰还这么近。喂，如果什么？我是说，假如你爹他是个大恶人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喜欢他吗？大恶人就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，大家都讨厌。别人干嘛讨厌我爹？我就很喜欢他。嗯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你爹，就说假如有个人。不会吧，有人这么可怜，那我更要帮他了。傻瓜，你干嘛突然热血起来？那人说不定是自作自受，做了坏事才会受罚。这个我懂，以前我做错事也会被爹罚，但他如果有个人别人都对他不好，那他一个怎么可能打赢那么多个？我当然要帮忙，爹说过要保护弱小嘛。你不错不错，锄强扶弱，有当大侠的潜质才怪。大侠是什么？啊，这个说来话长。之前要赶到潮湖边，不能睡树林。树林也没什么。哼，以为潮湖耶？当回潮湖吗？那个炎帝。喂，山顶野人。大侠大侠啊！你不是说树林好吗？这里野兽多。行啊，我就算让我开路。哎，好吧。真是。这里好像很多怪啊，我经验值要靠这些怪升级，那太麻烦了。哎，小胖墩不要打我哈。这也是个小迷宫，赶到潮湖边就可以了。好心情。噔噔，雪冰天。获得六十点经验值，这边好像有一个紫炮，紫金，这个东西好。哎，大黄，你下个辅助器给我，小心辅助，剑剑四，能不能跳跃啊？这个辅助能跳跃吗？我看一下啊，咱们开个辅助啊，啊。我记得还有一个跳跃的辅助，这样的话可以跳起来比较方便啊。开个辅助啊，来存个档，用星空的元素。这个是自由视角是吧？自由视角哈，啊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不行啊，随时存档，画面辅助，其他功能，去对话边，人物隐形，界面消失，自由视角，好，可以了。这辅助没用，这不算自由视角。我说的自由视角不是这个自由视角。没脚用，我这边开那个系统吧。
气御剑。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怎么还加速了呢？奇怪了。系统设定，开一个自动战斗。好像游戏我之前下过一个辅助器啊，下过辅助器好像可以那个自由视角的。咻，跳过去。啊，这样的跳跃的哪都有。咻，这边长靴，获得一个长靴，我把长靴带上。长靴。丝巾，这样防御更好。这些帮助，属性没调啊，就调了一下等级啊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怪打不过？他妈的逗我！他不脱血了？陶国边，到了，谢谢马克赛啊，谢马赛克。不对，我刚刚是不是存了个档？咦，搞错了吧？林莎啊，如果这样啰嗦，不然怎么办啊？钥匙被我弄丢了。林莎，你搞错了。什么搞错了？你在这里等一下。要干嘛？林莎，来这边。哎呀，这里这里。想睡觉的话，一定不要在上风处，不然野兽的鼻子那么灵，等你一觉醒来，说不定已经在它肚子里了。太靠近水边的木头也不好，不容易点着，就算点起来晚上要在这里野战。好了，你看，聪明啊，对于这些知识倒是知道的蛮多的呀。这些都是你爹教的吗？啊，爹教过一些吧，还我自己发现的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，难怪你能做山顶野人这么多年。山顶野人，怎么了？不，我这绝对是夸你。会吗？这些都很平常啊。嘿嘿，没什么没什么。啊，谢谢我们的风送的188荧光棒。听到没？好怪的声音，像很大只的虫子。不是虫子，是我肚子叫，我饿了。不早说，那我们吃干粮吧。谢谢相凡送来的棒。干粮是什么？干粮也不知道。呵，根本就没见过这些东西啊。他觉得他懂很多东西。谢谢金子送的暖心。结果该懂的还是不懂。林莎，干粮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谢谢卫浴送的。喏，这个给你。我带的干粮可以吃，我们分着吃。原来这就叫做干粮啊！耶，不用饿肚子，太好了！谢谢耗子送的平安。那如果有女人跟这个天鹅结婚了，她都不知道啪啪什么还要教。又干又硬，吃得好噎。出门在外能填饱肚子就行了，哪来那么多天鹅？
还说呢，要不是你爹把太平村的人都得罪了，你又这么活宝，我们哪能轮落。这是小人想和楚大爷请丰收送你十个大蓝星，谢谢。是山下的人太古怪，一下要女上未说，女上未说，一下又乱说话，杀不杀鸟自己都没想清楚。说这是不是傻人有傻福啊？还住到山里去的，一个傻子居然娶那么漂亮的妹子为妻哦，真的是笨笨笨！人家凭什么白给你东西？吃的用的都要拿钱去换。这回算是运气好，万一在城里遇上官差，把你抓到衙门关起来，看你怎么办。官差是啥？官差？衙门又是什么东西？衙门。你还真是什么都不懂啊！如果有人不守法令，就会被抓去关起来，严重一点，说不定还要被杀头。负责抓人的就是官差，关人的地方就是衙门。这个妹子心好细啊，什么都告诉她，要一般人早就被问疯了。至于法令嘛，是皇帝定的，他说什么大家都得听。那个官差用灰钉打得赢我，遇上他我也不怕。我不是说过吗，别总理谁的拳头硬，要跟官府对上，就凭你一个人有几条命都不够。一个人不是还有你吗？加一起两条命。你少乱说，我又和你没什么关系，干嘛帮你啊？林珊，你怎么脸红了？多话是火光，还不是我脸红。总之，如果有人告诉你那东西是拿来卖的，你想要就得拿钱去换，没钱。哦，林珊，你对我真好，除了爹以外，你是对我最好的人。要野战了啊！你这辈子才认识几个人，又哪里知道谁是真正对你好？我当然知道，爹说过，对你好，调情了啊，不一定看得出来，要用心去体会，这和学剑术是一个道理，不能只看外表。你爹虽然过世的早，可教了你很多东西，不像我，连话都没和爹说上几句。天天在一起，怎么可能不说话？就算爹娘在世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住一起，只有伯父对我好。瞧你那副呆呆的样子，天底下什么事都有，只是你没见过罢了。不说了，今天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比平时累。这就睡了吗？对，要睡了，要睡了，养足精神，明天一早赶去附近的寿阳城，不管要办什么事，都还是大城里方便些。可是我还没怎么吃饱。没吃饱就再吃啊，再进食还要问我。那谢谢一枚娃子送大厅，但是干粮没了。你烦不烦呢？我要睡觉，安静点好吗？哦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我把干粮全部吃完了。你简直就是饭桶猪，三天的干粮被你一个人就吃完了，还没吃饱。也不是一点没饱，就是怕夜里会饿。干粮我都没吃几口，全被你吃光，要喊饿也得我先喊，真是懒得理你了，我睡觉。哎，这个时候这个天河要是我的话，我就兽性大发，把这妹子给吃了，饿醒了睡不着。去树林猎熊，烈熊好熊掌。谢谢我们的小二送的六六。
老司机，好，我先调一下，存个档先。系统设置，存个档。使用。好嘞。嗯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他发现我了。我去练熊。谢华子送的六六。不过瘾，你们棒。饿了。荒郊野外，又是大半夜的，太危险了吧？不会不会，熊就是夜里才出来比较多。你在这等我。可是。这又不是清完风，谢小软想和楚南一起玩方舟，送给幺八八老司机。别去了，我什么？我谢甲乙丙丁送大蓝星。我他害怕。我懂了，听说女孩子胆子都很小，你一个人待在这儿会害怕吧？放心，我不去了，肚子饿，所以都在想别的办法。那懂什么懂？娇气，不懂。懒得跟你解释，老是问东问西。脸都红了呀！哇，这脸红的样子好可爱啊！我，啊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看，粽子！哎，他偷了几个粽子，我操！吓一跳吧，姑娘，我顺手牵羊啊！不不不，是神机妙算。早就准备好了，那个摊主好讨厌。谢谢小二送的，明说了要给钱，他还纠缠不休，摆明欺负人。谢谢我们的小弟送他蓝心。可是，你拿了粽子，我没见你给他钱。都说顺手拿的了，还给什么钱？哎，对了，先说好啊，你可不能学我。这次是那些村民错在先，他们不仁，我们也就不义。哦。蛮公平的嘛，先不仁后不义，他知道吗？知道。原来，怎么会有人连粽叶也吃下去？来来来，你过来，看我大发善心，帮你把粽子包了。这样，这样。嗯，好香。嗯，不错。衣食百味香，有三只粽子也是好的。啊，你又全部吃完了？是吗？实在很好吃，我一不小心就……傻笑什么？想蒙混过去？我可是一口还没吃，肚子咕咕叫呢。没有了。啊，这样吧，明莎。别气，我让好吃的让好吃的自己送上门来。你那木鱼脑袋，除了气我，还能想出什么妙计？看我的！要干嘛？下面给他吃。哎呀，学猪叫啊！哎呦，痛！三更半夜的杀猪啊？不是，杀猪杀猪叫，学母山猪叫，公山猪听到这个声音就会被引过来。春天这招特别管用，就不知道夏天灵不灵了。什么？母？好粗俗，好粗俗，我就喜欢粗俗。你听，有动静了，有动静了，来了来了，烤山猪。真的吗？哎，我操，妖怪啊！娘，是妖怪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春天夏天真的不一样啊！早说你笨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迟早被你害死。可恶，从山上一路下来，我受了多少气，你可不可以别再气我了？
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操，这妖怪有意思。来，树，风雪冰天。天雷，金雷闪。这个两个妖怪好像打不过吧？无敌了，垃圾啊！两个法术带走，获得金钱1000，鼠阿果神行丸。啊，这两只挺厉害的嘛，差一点就打不过了。哎，丽莎，你受伤了，这么多血，有没有伤到骨头？好晕，不会中毒了吧？扶我的，那咋还有一群？糟了，三哥干不过了，你快跑吧！让我跑，这妹子好，往东边跑，快来！我不走，你没有护人，我不可以对你不义。哎，我直接射箭，爆了！仙剑派，御剑飞行，这是另外一个男主角了。我操！第二个男主，我瞬间治疗伤口，看了一下这剑。玄机，你慢点。玄机，怀硕师兄，要不是你慢慢推脱，我们怎么可能把紫音师叔追究了？玄机，别忘了，你我之前收妖时不慎中了禁咒，48个时辰内无法施展御剑师叔，光凭两条腿，如何追得上紫音师叔？何况师叔他本次下山，也是有正事要办，你这样一味跟着，又算什么？要去城中查看那里的先天八卦阵有乱象，我们去了就能遇到他。好好好，都依你，先找个地方歇脚，待御剑术恢复之后，关山万里也不过瞬息而至，又何必急在一时。嗯，你说话要算数。这小师妹，小师妹，谢谢人们的哇塞郭总大姐。抱歉，惊扰二位。哪里？是我们该道谢才对。要不是刚才那位剑仙前辈出手相助，我们怕是已经进了妖怪的肚子。师叔的年纪其实与你们相仿，我还虚长他几岁。不过剑术进境，确实望尘莫及的。师叔最是嫉恶如仇，适才想必也是举手之劳。二位不。他那一招用几把剑同时砍中妖怪，真是厉害。紫英师叔以真以气成剑之境，以气剑起收发，有形而无质，牛逼啊！区区几只小妖自然硬，如今这附近妖气已除，二位安心即可。还没请教尊姓大名？在下怀硕，
相逢自是有缘，二位气质不凡，不知不觉与你们多说了几句，我也该去追我那小师妹了。哎呀，我要进这个门派啊，要进这个门派修真。哎，我紧张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只会砍棍。真不敢相信，我刚才是在和剑仙说话呀。剑仙，你也看清楚了吧？尤其是那个师叔，不但一下子打倒难缠的妖怪，还治好了我的腿伤，修仙的时日肯定不短。想想，他们说要去陈州，不如我们也赶去那里碰碰运气。那个槐树看起来很好长呀，要是肯收你我入剑仙门下，就再好不过了。说得有道理，去陈州。喂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倒是回一句啊。灵沙，为什么只有一开始那个人是用飞的，其他两个都是用走的？啊，还有，要怎么样才能站在剑上飞？那个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御剑术。真的吗？御剑术？那我也要修仙，学会御剑术之后，如果想去山里打猎吃烤肉，嗖的一下就到了，多快！而且还可以像老鹰一样，从空中往下看，这样就很容易发现山猪了。三句不离山猪，真是世俗诚信。这么好玩的事儿，你以前怎么都不告诉我？爹，哎，林上，那几个人衣服上的花纹，我觉得很眼熟。眼熟？我是跟他爹是一个门派的。你又没什么见识，虽说那个图案是挺特别的。咦，等等。快把那块古玉拿出来，我是怎么了？哼，看上面的图案一模一样。真的？这是不是说明他们认识我爹和我娘？也不一定吧。要是你爹娘在山上隐居好多年，以年纪来算不太可能是相识的，不过说不定他们和这个修仙门派有什么关系呢。看来我估计的没错，这野人的爹应该是剑仙，真是太……门牌？啥东西？门牌？受不了你！是门派，简单说就是很多人聚在一起练功，那他们都算这一派的人，你爹也许就是哦。好，我们马上去那个门派问清楚。唉，你刚才果然没听我讲话。都已经说了要去陈州找槐树，时间嘛，我知道寿阳城有条近路可以。林莎，你好像什么？山里你什么声音？没有啊，你听错了吧？明明是肚子叫的声音，我肚子没。干粮粽子都被吃光了，我肚子饿也不行啊。差点忘了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把这两个死妖怪烤了。我想问问，还要吃妖怪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常识啊？妖怪怎么能吃？怎么不能吃？和山猪一样，有皮有肉，没差多少。差很多好不好？你这山里野人，你算了，不睡了。可是饿着肚子很难受嘛。要我吃那些东西，我宁可饿死算了。喂，如果下次再遇到危险，我让你先逃，你动作要快点哦，少留步妈妈。不行，我不能丢下女孩子。可笑，打不过你留下来一样打不过，又没什么江湖经验，这样至少以后还有报仇的机会。但是就算报了仇，已经死的人也不会再活过来了吧？当然呢，又不是僵尸，所以才说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是丢下你我做不到，就是做不到。你这个妹子好像被我们征服了。林莎突然这么柔情。你说吗？你睡了吧？干嘛？
也不做什么嘛。哎呀，我去。又累又饿，以前不会这样，是不是生病了？什么味道？烟。我说，大清早给他爹烧香呢。爹说过，早晚三炷香。老爹看我这么听他的话，说不定。是啊，他老人家大概有别的事在忙。谢谢我们的商送的250个机器，谢谢。丽莎，我有好东西给你。好东西。蜻蜓吗？啊，蜻蜓！原来这个东西叫蜻蜓，我以前都不知道名字。烤过之后味道还不错，贝爷啊，我操，这都是……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拿开！怎么了？你还问？看着好恶心，怎么能吃啊？烤熟了，怎么不能吃？跟你这野人说不清，反正。一般人不可能吃那种东西的。明明你自己说过的，出门在外能填饱肚子就行了，别挑三拣四。你不吃，我自己吃了，不能浪费。少废话，被你气都气饱了，快点收拾东西。啊，寿阳城，寿阳城，我们会碰到另外一个女主角。哎，你等一等，哎，我不能把我爹丢在另外一个女主角，可以说是丢在这里啊。长得真鸡巴漂亮，谁管你啊？而且我们这个男主呢，另外一个男主命就没这么好了。这两个妹子都喜欢主角，都喜欢天河。对，女神呢，啊，是真女神啊，真女神。另外一个，好了，古人刷牙啊，古人用鱼刺。谢谢逝去时光送他阿平。用鱼刺屁啊，这么有魅力啊。是啊，这仙剑系列最美的女主角，这仙剑系列美若天仙，美若天仙的一个女主。寿阳到喽，寿阳城。哇哦，好大的门，好多房子，多吗？到了吧，走，谢谢猪肝送的，去客栈找点吃的。客栈弟弟看到没，阳春客栈。阳，听好了，所谓客栈呢，喂，人家好心和你解释，我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从昨晚一直饿到现在。你不是讲，要不要我们直接等会儿直接把前面带你们看一下女二啊，另外一个女主啊。哦，这边小剧情咱们做快一点。遇上你，哼，不教而杀，不以之过。我是另外一个女主，漂亮啊。好，客栈。什么味儿？香。酒味。不懂算了。直接把豆瓣酱给我，宋大师。真的？嗯，难道我会骗你不成？原来酒是个坏的东西。不妙，这家伙有做酒鬼的潜质，闻到酒味这么兴奋。啊，我看既然要赶路去陈州，也不用住店了。好，别乱跑，也别多管闲事哦。谢谢罗宋大厅。好，别多管闲事。好，还有别乱拿东西。好。哎，好好好，就怕最后。好，哎，我去玩玩啊，我去玩玩。阳春客栈，要在客栈门口等他，不要去别的地方。
不算，我还不能去别的地方啊。去嫖啊，我是打算去嫖。去妓院呢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灵沙。灵沙？眉毛、鼻子、眉毛、鼻子、眼睛都差不多。小兄弟，你既然接了告示，可是见过画中之人？这是你的，不能拿，还是要钱？莫要说笑，你可知画上此人现在何处？啊，他刚进客栈了。哎呀，把他卖了！哎呀，我操，把他卖了！没想到他跟他爹一样有名。快，你马上禀报裴捕头。好。这个女的要出来蒙逼啊！虽然狡猾，那贼人是重。你今日举报有功，官府必有重谢。什么？怎么听不懂？天和，我们走吧。大胆贼人，果然是你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？什么贼？你居然说我是贼？可恶！睁大你的眼睛，倒是看看我从头到脚哪一点像贼了。谢谢 UCO 送的六六老司机。还敢狡辩？旁边这位小兄弟已经接了通缉告示，我在此守着。旁边这个小兄弟，云天河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纸上有你的脸，我撕下来想让你看看，画得挺不错的。笨死了！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呀？还用问？自从遇到你以后，我的火气比以前大了好多。拜托，别老是做让我没气质的事好不好？换谁都受不了了。裴捕头到。裴捕头，将犯人拿下。且慢，请问上马兄弟姓谁名甚，哪里人士？他为什么拿了个画看我呀、啊？我？你问我？我叫云天河，刚从山上下来，怎么了？果然是云公子。果然是云公子。裴剑带我家大人请云公子到府上一叙，请一定赏脸。啊？什么意思？说好懂一点呢，就是他的老大想让你去他家玩。我家大人姓柳，正是寿阳县令。大人与云家颇有渊源，叮嘱我留意云家人的行踪。若是公子不肯前去，裴剑受罚是小。大人多年的夙愿，劝哦，这回我懂了，大人就是老大，我不去，你就要挨骂。好耿直啊！那我去总行了吧？不能。多谢云公子。这不就结了？喊打喊杀干嘛呀？一场误会。对不住，姑娘请和诸位官差回衙门一趟，最后若是查清冤枉了你。什么？有没搞错啊？我和他是一起的，哪有他吃大鱼大肉，我吃牢饭的道理啊？姑娘和那通缉要犯实在相像，官府办案宁往勿纵，还请见谅。麻烦，好像遇上个难缠的家伙。不行，林沙不想跟你们去，谁也不许强迫他。他说去衙门，去衙门要杀头。大胆！我操！这样对裴捕头讲话，你待如何？衙门。我待如何？待我待如何？待如何？你们先不认，我也可以不义。林山，你干嘛笑？快走，不然你我两条命就搁这儿了。这家伙真是长得可爱，突然觉得他睡眼多了。都住手！不得对云公子无礼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看都别争。捕头大人简直是块又臭又硬的石头，
一点情理都不通，真没办法。天河，你要跟他们走，去杀头。放心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，我就问了啊。爹，嘘，小声点。他自然会去找我的。林公子，我们这就走。哎呀，我去，终于见到另外一个女主角了哟啊，好激动。喂，野人。啊，野人。谢谢你。谢我。开心啊。为什么？没事，走了走了。好像我已经俘获了他的芳心。好。真是个大孩子。云公子，我家大人的府邸就是寿阳城北城门附近的刘府啊。妈，你人都走不见了，还随我来？我随你妹啊！哦，那边是北岸。谢谢1385送大蓝星。刘府啊，就这了。云公子，请在此稍后。啊，是正版，正版，速速变回。啊，这个游戏没有被拍成电视剧，不敢拍啊，因为这游戏如果拍成电视剧的话，会被狂喷，啊，会被狂喷，因为这游戏实在太好了，剧情太好了，电视剧拍的话拍烂了，所以只拍了仙五，没有拍仙四。这里好的作品不敢拍的，因为仙三拍烂了啊，所以仙四不能拍烂。那个老大真的认识我爹吗？以前常听爹说怎么他坏人，人的老大和猴子的老大不一样。快看，哪来的傻小子？露珠，哪来的傻小子呀？小丫鬟呢、啊、我最喜欢小丫鬟了。这些小丫鬟，我饥渴的眼神看着我，眼巴巴的。进到内院肯定是老爷的客人。陆荣，仙三电视剧拍的啊，拍电视剧拍的烂啊。仙一可以，他过来了。仙一可以，仙三的话太烂了。你们玩过仙三的游戏，你们再去看电视剧啊，我保证你说一个字烂。闲职啊。啊？这？啊这？那你玩过游戏就知道烂了啊。像吧，太像。雷剑说的时候，我还不敢相信，这天底下哪有这等巧事？你叫云天河，你爹可是云天青？怎么废话？对呀、啊，你认识我爹？看来他不当老大好多年，都胖成这样，都胖成这样了，不当老大好多年。当然，老夫柳世聪乃是受过你爹恩惠之人。咱们见了女主再换游戏啊！见了女主再换游戏。贤之，贤之吗？自然如此。你若不嫌弃，可以喊我一声柳伯伯。柳伯伯，柳伯伯，柳伯伯。嗯，好，好，很开心。来，随我进屋吧，咱好叫客人一场。我跟他进屋的。柳伯伯。这位便是云家的公。没错，贤侄，这是软瓷，你喊他柳伯母就好。柳伯母，柳伯母。山下的人好像很喜欢帮别人乱取名字，自己的名字也都奇奇怪怪的。哎，乖孩子，你们一老一小还不快入座，我马上命人上饭菜，不然可都要凉了。夫人说的甚是。饭菜，贤侄，先坐下吧。柳伯伯，我身上的钱就这么多，都给你了。贤侄，这是为何？难道？
难道你不爱吃炒菜，喜欢吃凉菜？我刚从山上下来没多久，林莎说，山下吃饭吃菜都要给钱的，不能白吃。傻孩子，那些卖东西给你的都是商人，自然要你的银钱。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你爹的朋友，难道请你吃顿饭还收钱？对对对，夫人说的甚是，莫说是几顿饭，就算你今后都在府上吃住，我们也是理应照顾的。何况说不准以后还变一家人。变一家人？一家人？老爷，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没什么，我们吃饭，哈哈，先吃饭。毛阿青，毛阿青，这个好吃，那个也不错，那个也不错。原来这个好吃，我肚子饿了。你们肚子饿吗？还香。这碗里一粒粒白白的东西，就是爹说过的饭啊。哎，想不到云仙帝已经过世了。对了，柳伯伯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关于爹的事情？当然，多年前，幸亏云仙帝救我性命。不然我早成了路边哭啊。他爹救过他，救过他的性命。那时候我刚接任寿阳县令一职，走马上任，不想途中被人打劫，你爹路见不平出手相助，还将那些强盗戏弄惩戒了一番。我们就此结识，兄弟相称。就这大路的，想要他留在寿阳助我治理此地，但人各有志，你爹那是有点难懂。反正我爹做了好事就对了。这驴卓玛出来了，马出来了，别急别急，还打不过别人，打不过人出手帮忙。那后来呢？爹成了剑仙吗？惭愧，这我也不太清楚。你爹如此一去，直到有一天，数年没有音讯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出现在我府中，怀抱一位女婴，托我把那孩子抚养长大，让他做个心地善良之人。这个女婴善良之人，我和夫人成亲后一直未有生养，自然十分乐意。你爹见我们答应下来，他向来行踪飘忽，不知何年何月能再相见，所以我命裴剑带了他的话。哦，那我娘是什么样的人？哥送的六六大宝剑。哎呀，别说我没见过，云贤弟连提都没提起。看你们，我才离开一会儿，就只顾着说话。这味道，酒是。老爷说你爹最喜欢这蜜酒。我才想到地窖里藏了几瓶。对对对，贤侄多喝几杯。不，我不喝，林莎说酒不是好东西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哪能不识酒味。贤侄不用担心，酒喝多了当然糟糕，但偶尔喝一点却没什么。怎么办？林莎说不能。听谁的呢？柳爹喜欢这蜜酒。酒乃是用了上好的糯米酒，所以酒要糯米加蜂蜜，还加了蜂蜜，所以喝到嘴里香味醇厚，贤侄定要尝尝啊。味道这么香，哎呀，不管了，爹爱喝就代表我能喝，那我喝了。嗯，好喝好喝，比白水好喝多。哈哈哈！贤侄今后有何打算？我要和灵莎一起去做剑仙，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。你和那位姑娘，你们认识很久了？对啊，挺久的。嗯，是挺久的。啊，是挺久的，啊、才两天。才两天，认识挺久的。奇怪，头晕乎乎的。那姑娘的来历恐怕不单纯，来历不单纯。是被乔夫看到一人，
寿阳东北林木附近鬼祟行事，十有八九是盗墓的贼人。我请那樵夫口述，再由小女画像。与你的朋友倒是极为貌似。灵沙，那姑娘，莫非是你的心上人？心上人，不懂。他对我好，谢谢强哥送的。我当然对他好，他是我朋友。哦，原来是朋友，还是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。实不相瞒，小女待字闺中，难寻佳婿。待字闺中，却难觅佳婿。如今见到贤侄相貌人品出众，不妨和小女见上一面。若是你们的……咦，有默默怎么变？贤侄觉得如何？什么？我与云贤弟与贤侄都是一见如故。女婿能成为柳家的女婿，那真是谢谢小安送的十个上来了。哦，好好好运，好，太好了！谢谢贤侄既然说好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贤侄，你呀、啊，我看天河早醉了，就你还一个劲儿唠。他的酒量可比咱爹差远喽。谢强哥送大礼。哎，老爷别高兴得太早，你这样给李儿配夫婿，依他的性子肯定不悦。何况天河对那位灵沙姑娘颇有情意，怕不夫人此话怎讲？这种事情你们男人粗枝大叶当然看不出来，可小儿不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老爷又何必太过？还有一事，裴剑和我形容日渐，谢谢强哥送的腰包宝剑。老实木讷，那韩姑娘却是古灵精怪，并非良配。以我之见，老爷是多虑了。天和这孩子外表朴实，实则心如明镜，识人处事自有他的原则。谢寒风送大礼。啊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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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见梦离了。孩子，哎，啊，把那个妹子许配给我。好。哎，林莎怎么过来了？哇，穿丝袜。真气人！我在牢里吃干烧饼。找这地方又累得半死才找到，你却吃饱睡好，快活着呢。嗯，死猪妖，哪里跑？还猪妖？我看你是猪头差不多。起来。猪妖啊，不对，是灵沙的。哼，终于醒了。那些人让你。小小一间破牢房哪困得住我，不过是想等夜里再行动。你呢，有没有打听到你爹的事情？有啊，那个柳伯伯说他以前被爹救过，他想和爹一起玩，但是爹想当剑仙就离开了，后来还送了个女儿给他。柳伯伯也没见过我娘。那个女儿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柳伯伯说我爹把一个女孩送给他。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们还不如快点。嗯，什么味儿？你喝酒了？一点点而已。柳伯伯说没关系的。对了，我当时晕乎乎的，柳伯伯好像还让我做他们家的女婿。女婿什么意思啊？大傻瓜，喝酒误事，说你不听。那天，等等。女婿，女婿，你答应他了？我不记得了。可恶，我们尽快离开这儿。这柳家真是莫名其妙，连你这种山顶野人都要收做女婿，说不定他女儿比你大上十岁八岁，早已经徐娘半老了。哦，
云沙，什么叫做贼呀？什么？你哪里听来的？是那个柳大人说的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是偷东西的小贼。是啊，他讲的时候还一副不高兴的样子。胡说！我韩家子孙习风水堪舆，通机关巧剑，世世代代都是独行千里的陵墓大盗，又哪里是白痴小毛贼可以相提并论的？以后不许说我是贼，不然我翻脸了。哦，那你去我爹娘的墓是？我上山是为了找剑仙的宝物，绝对没有冒犯他们的意思。墓室毁了，我也很抱歉。还是你对我？什么呀？一个大男生讲这种话也不害臊。还有，你要在床上坐多久啊？起床走了啦。哦，韩林莎扎了队伍。啊，陈队长，这个迷宫是正史人还是逆史人来着？我忘记了。哦，出门有烟雾，粉粉的烟雾，什么鬼？阿切，小心，尽量少吸气。这雾有古怪。雾有古怪。我来的时候就觉得这刘府不一般。呀，你做什么？都说了少吸气，你还深呼吸？香香的好闻，就是鼻子痒。还闻毒气呢，我大气，自作自受，又不是出门踏青，野人还闻什么花香啊？听好，那边有个发光的东西，发光的东西，传送门。可恶！要逆时针，逆时针。逆时针走，然后开个自动战斗。要开自动战斗吗？开毛自动战斗，就这么打，不然经验值太低了。哇，宝箱！这边逆时针，这边顺时针，这边顺时针，就这。哦，这边有灯，这边顺，这边也顺，这边是逆，这边是逆，没错啊，这边是顺时针。哎，这个没有时针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没有时针的，我操！顺时针，顺时针，那是出口。哎，我操！我还在看呢，尼玛！当，对啊，看那个纹路，看纹路是逆时针的，就是正确的。这个是逆时针，这个对了。这顺时针，可能不对。那这个好像对了。这个逆时针。我是不是走错了呀？操！顺还是逆？这个是逆时针，这个是逆时针。顺。灵光剑获得一把彻骨钉。啊！我都没有回来了，走错了吧？顺时针，这个是。
对，是是是，我这么说。哎，我操！这是顺时针，这个是逆时针。哎，快到了，感觉快到了。哎，快到了。哎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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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去，我真鸡巴聪明。风雪冰天，烟雨化魂，冰咒。小仙女啊，娘，我操，免疫，拔免。不会吧？还是对冰，我操，伤害那么高。啊！秒一个，啊，这都不死啊！雷咒，魔免魔免魔免，只能平砍。不是，能不能不只打妹子啊？这尼玛伤害好高啊！我操！哇，这伤害好高！我看一下这边是顺还是逆啊？桃花照，啊，这边是逆时针，走到这边来就算过了。这边是顺。对了，说说，普攻，小怪普攻就行。前面有个宝箱，那宝箱先不拿了吧，后面可以锻造武器。出现还早呢，拿到。哎，这个宝箱，你锁，我操！这个是逆时。哎，好像找到了啊！哎，找到了。这什么声音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很好听。晋升，好像有人。女主，喂，另外一个女主，前面的人，前面的人，这么大的雾，我们好像迷路了，你知不知道出口在哪儿？你白痴啊！我不是说要谨慎行事，哪有这样直接打招呼的？万一是陷阱怎么办？不会，他不是坏人。哼。你又知道了？因为没有杀气啊。梦里的雾花尽是虚空，因心想杂乱，方随逐诸尘，故如万般皆散。这千华灵幻之阵对人无害，千华灵幻之阵，没想到你们用了这么久才出阵。他脸蛋，你谁啊？凭什么把人当猴耍？啊，吃醋了啊！离家吃醋了。那些臭女人、臭灯笼打在我身上还不是一样疼？喂，我说的对不对？看傻眼了。喂，看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，有这么好看吗？啊，没哼，少瞧不起人。我旁边这家伙虽然看起来傻乎乎，内功却深不可测，一拳能打死三头熊。一拳打死三头熊。灵莎，至于我嘛，更是纵横江湖多年的侠女，手下败将无数，刚才只不过是疏忽大意了，要不然灵莎，不可能只用拳头就能打死熊吧？山猪还可以试试。林公子，你爹他还好吗？
你也认识我爹？我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，他病死很久了。云叔过世了。云叔？怎么会这样？当年他在霍乱中救我一命，我一直想再找到他，报答他。你是柳波波的女儿？我叫柳梦梅。哦，明白了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半老徐娘。哦，不不不，我是说大小姐，既然也算故人，你又何必设下迷障为难我们呢？对不起，我听说他是云叔的儿子，就想试试他的功力，而且我想问他云叔现在过得好不好，因为爹什么也不肯干。那个，你被救的时候年纪应该很小，居然记得是谁救你。万物生而具备五灵，就算是幼儿也有他们自己的方法感知外界，这是凡人莽冲，成年后反而自闭视听，变得无感无知。我想明白了，以后就三人行了，两个妹子。你听懂了？贤侄呢？哎，柳世峰。贤侄，这女婿当得好啊，很强。你找我秉烛夜谈。妃女和小私定终身，你们已经私定终身。爹，您别胡思乱想，我看云家公子和这位姑娘都无意在府上久留，不如打点打点，让他们随意离去吧。我说女儿啊，那怎么行？天和是爹千挑万选才帮你看中的夫婿，他可是你云叔叔的儿子。爹，既然您知道云叔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大恩人啊，他喜欢他爹。哎呦我操，更何况养母之意不同儿女之情，终身大事女儿想要自己做主。这哎，好好好，爹都依你，离儿高兴就好。后面啊，后面就喜欢天和了。见过盼老，还没见过盼女儿呢。这位姑娘是三更半夜怎么出现在刘府？柳伯伯，我和林珊要走了，以后再来找你玩。他便是那个女贼。如此说来，戴罪之身岂能四处乱跑？这位姑娘理应回到衙门听候发落。什么贼？我可是堂堂正正的大盗，听清楚啊，是大盗。再说我不偷不抢活人的东西，死人都已经入土了，那些陪葬的瓶瓶罐罐根本用不上，把他们拿来帮助更需要的人又有什么错？这全是歪理，全是歪理呢。柳伯伯，到底为什么你不让灵沙走，我们就不能一起去修仙了？贤侄，你不明白，哎，这叫我如何是？爹，女儿倒有一个办法。哦，快说来听听。我今早刚听说，近来寿阳附近的女罗岩时有妖怪出没，您十分伤神，不如让韩姑娘他们和我一同去查探此事。谢谢我们的瓜开。若是解决了，韩姑娘就算为地方上做了件大好事。哎呀，真漂亮，这个女主。成交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不行，万万不可，这一招太过凶险。几个年纪还小，怎能担此重任？爹，您不用担心，女儿自有分寸。何况云公子和韩姑娘也都是身怀绝技之人，大家小心一点，不至于有什么闪失。但是，爹，您不相信女儿吗？
人所说吧。你们务必要谨慎行事。你虽然天生具有灵力，也不可疏忽大意呢。唉，可怜的老爹，连反对都这么软弱无力。要去打妖怪？好啊好啊，上回输给那些家伙，这次可不会再输了。笨蛋，你高兴个什么劲儿啊？天底下的妖怪又不是只有一种。贤侄有此斗志，实在难得。我这就去吩咐下人，把别间客房收拾收拾，让韩姑娘歇息。哎呀，三批了，梦离啊，林莎啊，两位请自便。你们这两个主角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这两个妹子啊，都可以搞啊，都可以搞。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替我解围，我可不想再回那个破烂茅房。你太客气了，以你的身手，就算要逃，我爹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顺水推舟，愿意帮忙，谢谢经典啊，是我要感谢这份善心。我看梦里比较多嘛，啊，梦里好看呐，啊。大小姐，这刘福果然有意思，一个呆呆的老爹，加上一个神神秘秘的女儿，倒是和山……咦，停！回神了，吃醋了，人都走光了。啊！哼，在想什么呢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这里的饭菜好吃的不得了。我们多住几天又能多吃几天了。你刚才一直不说话，都在想这些啊？对呀，你说要离开柳家的时候，我真有点难过。那么好吃的饭菜，以后要是吃不到可怎么办？小姨送的。哎呀，真的好好吃啊。是好吃吗？你们看妹子看呆了。是哪里不小心得罪了老天爷，才会遇到这家伙。这什么吃药了吗？听着，林莎，你怎么了？干嘛自己和自己说话？你走开了！我不要认识脑袋里只装食物的人，我要跟你拆伙。拆伙？喂，你不是要我走开吗？为什么变成你走开啊？哎，柳伯伯的女儿夸我爹是大英雄。嗯，谢谢主播，你有首歌就是噔噔噔噔噔，宋大平什么歌？林莎老爱生气，爹常说我让她生气容易伤肝，这样不好，我得跟。困了啊，就是因为呆嘛，所以喜欢的人多。你要是说，如果在我们中国现实的话，你要呆的话，还会谁喜欢呢？对不对？不晓得林莎起床没有？去找他。噔噔噔，我要去存个钱啊，存个岛。游戏叫做《仙剑奇侠传四》。喂，你知不知道林莎？这谁啊？啊，是未来的姑爷。姑爷，哎呀，说话真好。这小丫鬟，这丫鬟我也要了。啊，不对不对，是云公子。老爷，请你睡醒后去前厅，我家小姐和韩姑娘都已经等，鹿茸就先高配了。姐 ，AV 干嘛这么急？我还没问前厅是哪里。算了，边走边找，总能找到。姑爷，仙剑寺，仙剑寺，对，仙剑寺。我存个档。元祖星空。OK， 去上个厕所啊。
啊，回来了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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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吧，那个，那今天呢，这个游戏暂时玩到这啊，咱们下午玩啊，下午玩，然后下午玩后面的，下午后面的是吕罗炎扶妖，然后并且这个加入了一个修仙门派啊，进行修仙啊，超牛逼啊，后面的剧情超牛逼啊，这剧情是会越来越好，因为毕竟这一部比较牛逼一些。好，然后想明天下午接着看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，然后接下来就玩下一款游戏了啊，玩下一款游戏了啊，下午玩这个，晚上玩别的呀，玩别的。这个游戏叫《仙剑奇侠传四》啊，是一款老游戏，一些怀旧游戏嘛啊，怀旧游戏，怀旧一下子。